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牙医考甜甜的呀，小铃铛，打个招呼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Hello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接下来玩的这张地图是粉丝制作的闯关地图，叫做《神器大作战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看一下告示牌上的内容。欢迎来到神器大作战，我是幕后 boss。现在开始，你选择你们的装备吧！哈哈哈哈哈，一个可怕的声音传来，让人不安。哈哈哈，这个是作者的迷你号。然后欢迎有玩不亦大大和小铃铛公举。公举，我是小公举。这里猫是可以蹭进去的。哦，有两个保险箱。哦。好吧，反正我是进不去。这个东西给你，这个东西给你，什么给东西？哥哥，有神器了，有神器了，还有你最爱吃的蛋糕，开不开心？哎，怎么放出来了？然后别的装备的话，咱们除特殊武器区，除了炸图之外，什么都会给。然后咱们拿一些那个星星礼盒什么的。星星礼盒、剪刀、钻头，钻头拿一个吧，哥哥。也拿一个，可能用得上。爪钩，爪钩，然后那个，我觉得吧，这个喷气背包火箭背包肯定是用得到的。嗯，我先把这个星星礼盒给它用掉。锻造区是用来做装备的吗？哼，像我这样神一样的男人，怎么可能会需要装备呢？你确定吗，哥哥？走吧。我看一下啊，终于到来了，结束吧，可怕的噩梦，可怕的噩梦，加载中，什么鬼？这怎么？你好，小宝贝，嘿，小宝贝，小鸡鸡，你，哎，这鸡会咬人的，我身上有虫吗？可能是蜈蚣吧。哎，队长，别开枪！啊？彪你个头啊！你没发现你这把武器会反弹的吗？啊！我怎么在上面了，哥哥？你是不是傻哟？再自杀一下。我又回来了。不是你那武器能不能别乱用啊，亲？我就说我怎么莫名其妙就死掉了？你没发现你是被你自己给弄死的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就看到我就死了。不是。不是这些鸡为什么看着我就冲我来了？难不成我身上真的有虫？哎呀啊！怎么后面还有啊？我怎么变成一只犀牛了？我怎么变成一只牛了？吓得我赶紧去拿了把枪。快出来帮忙！这里好多好多会吃我身上虫的小鸡鸡，大鸡，呸！好的，我来了，哥哥，我拿着那个什么什么意大利炮。阿姨长的意大利炮，应该是有一只鸡，它会掉那个拉杆的吧？哎呦，哥哥呀，交给你了，我就不过去了。不是，我可能有毒啊！不是，你自己突然撞到我的枪口来，哎，掉了！快！第二关！嘟嘟嘟！哎，吃点东西回下血去。嗯，好的。然后这一关。冲呀！好多小鸡鸡啊！好多小鸡鸡啊！快跑啊！关门！哎，还有两只跑进来了！快跑！完蛋了！好害怕呀！不是，这小鸡好难打得中啊，而且攻击力不差啊！不是，为什么这些小鸡都冲我来，不冲你？哎，这我就开心了，开心了，好开心呀！瞬间开枪，我的妈呀！快，交给你了，小铃铛，关门！不是神经病啊！鸡可以钻洞的，这个小鸡可以钻洞的，你关门没有什么卵用。打不动它。是不是好难打的中？是不是好难打的中？神经病啊！不是作者，你丧心病狂啊！直接冲吧，吃面包直接冲吧！我没拿面包啊，神经病啊！吓得我都快打嗝了。还一只！前面还有好多只，哥哥。
哥哥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变弹枪。等我想想，可不可以有变弹枪？没有问，主要是这些小鸡好难打得中啊。嗯，我可以拿岩浆去教他们吗？我看一下，这附近好像没有了，没有了，还有吗？好难找哟，好难找哟。没有看到变弹枪哎，好吧。哎，跳到一个最高的地方，这些小鸡鸡它们短小，跳不上来。嗯，哥哥，你拿喷射爪钩或者是喷气背包可以飞上去呀。也对吼。嘿，胆小且卑微的小鸡鸡们。等等，我打死你，用我的台词。哇，怎么一下子用过来这么多只啊？因为刚刚我在旁边呀。钥匙呢？钥匙呢？有掉钥匙吗？哎，妹妹啊！算了，我不用了。别开枪啊！自己人啊，妹妹。哥，你站到上面去！你站到上面去！哥哥，你看我这里。哪里？哒，敲都不得，敲都不得，敲都不得。快上去！你先上去。对，先上去。好，你开枪，开枪。不，你干啥呢？带好了啊，哥哥。好，开枪，开枪吧，开枪吧。我这怎么开枪啊？我把自己毒死了。哎呦，你能不能让别人让别人的妹妹沉一点？你自己过聪明一点啊！哎，我怎么又我又把自己毒死了吗？好了，我开枪了，杀死你！不要朝我这边开枪啊！死了，好简单就死了。哎，哥哥你别过来了，交给我吧。哎呦，有掉拉杆吗？亲，拉杆呢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到那些鸡掉拉杆。不是，那鸡都杀完了吗？还没有，这里还有一堆。哪里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掉油。